吹不吹？不吹，都没吹。这里快餐。便宜一点。没少。没少。人家130呢。那边80块。哦，也有50的好像。80行。80的也有。80可以吗？少一分都不行。少一分都不行。不要那么贵了。没有，我们又没要130，是不是？要到100。在哪里？这里，我带货哦。嗯，好。几点上班？就刚刚来呀，刚刚才来。刚刚才上班。嗯嗯。哇，这么黑。太黑了，我用手机打亮一点，我用手机打亮一点可以吧，用微信的现金，用现金吧，现金安全，那肯定，我用手机打灯笼。昨天晚上有人被抓了。昨天晚上？你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在现场看到。你看到了？我差一点被，我也被抓。不会吧？我差一点被抓了。为什么？我刚出来他就把那个女的抓了。就是你跟他两个嫖过吗？嗯。多少钱的？130啊，就在这里啊。来，过来，过来。真的？不会吧？来，现在过来。这么急啊，你还比我还急。就是那边是啊。就这边了。嗯，很假的。他都是在外面看到才抓的，他在房间里面也不可能抓得到啊。有人报警。是有人报警的，你们是哪里的？本北的。本地的。你的胸很大。是啊，我人也很好啊。我们不比130的差是吧？没你呀、比较不比130的差，是不是？就你这双胸就行了。好了，好了，亲爱的，不做了啊。再看一不行，真的不做了啊。天，天太难。太难了也没事啊，你那个等一下，你如果看到的。有没有吸几斤？抽根烟，抽根烟，休息一下，再玩一次。你多少钱啊？我再玩一次不行？不玩？你也100块啊？我看一下磊磊。随机。
他们不要我，我就是他们在外面直销外面。那市场怎么可能嘛？我以为他不好。